现在逐渐开始流行一种就是电子烟，想问师傅，像抽这种电子烟是不是也等于抽烟，不是太好的？如果学佛人，电子烟我不懂啊，什么叫电子烟？什么概念啊？就是他把这种尼古丁啊，还有一些香料啊，放在一个会产生烟雾的一个东西里面，就是类似于香烟这种圆圆的，然后充电了以后一抽，它里面会产生雾化嘛，把这种气体就雾化出来，然后抽到肺里面去。哦，就是说给抽烟的人。啊，对。就是没尼古丁的。它有的配方里面就是也是有尼古丁的，就是因为烟草烧了、那我问你呀、吸毒的人不管什么毒品，海洛因也好，大麻也好，都是毒品，你说有什么好处啦？你不吸烟嘛，你当然什么都不能吸啊。你换种方法偷东西，我今天不偷你衣服了，我偷你家具了，那不叫偷东西啊。好了。好的好的，感恩师傅开示。